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来盘点一下 S9 世界赛那些血条消失数。第三名 UZI 的 EZ 团战爆发，黄色完美大招限制住对面，四件套的 EZ 一个大招打中四人，对面瞬间溃败，一举拿下这局胜利。 Lucky 的奇亚娜，奇亚娜草丛蹲到妖姬，一套技能瞬间打残，不过血量计算失误让妖姬逃脱，没能击杀比较可惜。第一名分散的吸血鬼，吸血鬼中路被对面双 C 打残，孙善丝毫不慌，吸血鬼反手大招加一个红怒 Q， 爆炸伤害差点直接抽空大师兄侠的血条，